好的，我们翻开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的十二节跟十三节。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二节跟十三节，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找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来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我们来寻求你的面，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你知道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的灵，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非常的盼望今天主啊，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道，你来对我们直接的说话，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去行，该如何去调整，该如何去做。主啊，让我们欢喜在我们心灵里面，因为我们的神知道我们，认识我们，对我们说话，知道我们的光景，知道我们的痛处，知道我们的试探，知道主啊我们的疑惑，知道我们的一切。是的，主啊，我们要来仰望神，我们并不是来侍奉一个概念，不是来侍奉一个道理而已，不是来侍奉一个系统，我们不是来侍奉一个体系，我们是来侍奉一位活神，一位活主，耶稣基督从此里复活了，不再死了，活着，是活着的神，是活着的神，是活着的主。所以主啊，求你对我们这些骸骨说话，其实死的不是你，而是我们，我们死在过犯当中，我们死在我们自己的自我里面，我们死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来到人间，使我们复活，使我们获得生命，使我们主啊跟你一同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盼望神的灵今天运行在这里。主啊，愿圣灵的风吹起来，主啊，使我们这些骸骨复活，使我们这些骸骨得着能力，得着生命，使我们的心灵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主啊能够全然归向你，敬拜赞美你，为你而活，作为一个献上自己，作为一个活祭，从今世到永永远远，主啊，用我们的一生来赞美荣耀敬拜。是的，主，侍奉我们的神。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特别的对透过这个经文以及这些今天要读的一些其他的经文，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主啊，使我们能够看见，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明白，使我们主啊，求你膏抹我的口，使我能够说话，使我能够来传达从你而来的信息，从你而来的真理。是的，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这个是旧约圣经的一段经文，等一下我们分析它的内容。我们还要再看一段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看见是耶稣遇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都对这个经文应该是很熟悉，但是我们今天要再看一遍，再看一下，从这个第七节开始，我开始读。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给了你活水。夫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Amen， 我们就先读到这里。看见圣经许多的应许，我们看见耶稣也是在约翰福音书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 更丰盛。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宝贵的经文，我们也不愿意把这个意义给抹掉，好像哦不不不不，我们现在光传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痛苦受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牺牲什么的，我们不能够这样。为什么？因为明显的有这样的经文，神的应许，神的道也应许给我们说丰盛生命。别的人来了，假先知、法利赛人、律师们、这些文士们，他们来的，他们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然而我来了呢，我是要叫你们大大的蒙福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当然我们需要去分解，去理解他的意思，但是明显的是有一个吸引人的一个应许，宝贵的一个应许。就像他对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根本不在想什么事情，他就是到这个井去那个打水。然后呢，耶稣就告诉他在第十节，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所以他一开口开始跟他讲活水，这个明显的是要吸引他，吸引他，让他知道我有一些东西是你要的，你肯定要的，就是你还不知道你要的，你需要的，你有要的，你愿意得。他用打水喝水做一个比喻，当然他讲的是属灵方面，但是呢，耶稣基督所有的是人人都要的，其实非常要的，非常渴望得到的，就是无法得着。我们看见这个新约圣经是充满这样的应许。彼得对教会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耀的大喜乐。说不出来满有荣耀的大喜乐。新约圣经的应许是非常的多，旧约也有太多了，太多了。我们看见神对约书亚啊，你要遵守我的道，我就必与你同在，你的一切所有都什么亨通，我忘了，反正就是一定蒙福，我与你同在。
这个是神的一个一个应许。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追求的，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应许，因为是神的应许是给我们盼望。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应许的话，我们并不能够有信心。我们的信心的基础是神的应许，是神的美善，是神的慷慨，神的丰盛。如果没有这一面的，没有信心。信心是建立在这个盼望的基础上，盼望的基础就是神的美善，神的应许，神的良善，神的怜悯慈爱，神的忍耐，神的这个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个方面，免得我们实在是没有信心，没有办法在患难当中突破得胜。为什么？我们是没有一个基础，我们没有基础。我们如果说我们接受有患难，我们接受，我们接受我们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相信的。但是这个是一面，这美必也有另一面，对吧？必须也谈另一面，必须也谈神的丰盛，谈的神的恩慈，我们谈神的严厉没有错，但是也要谈到神的恩慈，要不然这个不平衡，要不然到时候我们的信心软弱，要不然到时候呢，我们很可能跌倒。我们必须要不但要谈神的要求，也要谈什么呢？神的能力，神的保守，神的怜悯慈爱，他愿意帮助我们，他如何的来帮助我们，他把我们当作儿女，他把我们当作他的宝贝，他如何来扶持我们，他如何来安慰我们，他如何来怜悯我们，我们在罪恶的时候，我们远离他的时候，他如何主动的来寻找我们，就像他去寻找亚当夏娃，好像是一个失那个世上的一个小羊一般。这个是神的心肠，这个是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他对他的百姓有这样的爱，他对他的选民有这样的心肠。这个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呢，我们就是没有盼望了。我们相信有美好的那个应许，包括那个大卫说我若不是相信我在想中文的怎么说 ，Unless I believe I would see the goodness of the Lord in the land of the living， 我相信我必在有生之年，反正在我还活着的时候，看见神的恩慈吧，神的良善。大卫说，所以不只是来生，也是今生，丰盛的生命什么时候开始？不是死后，是现在。永生什么时候开始？不是死后，永生是现在。因为永生不但是指一个数量，更是指一个质量，生命的一个质量。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丰盛生命，有新生命，有永恒生命。永恒生命是指天国，神是永恒的一位神，所以他给予的生命肯定是远超过今生一切我们所能想的，所能求的，是永恒生命，永生高过一切的。不但是数量，更是质量。 Amen。 如果我们这样相信，这个是必须的，必须啊，我们必须对神的美善，我们必须对神的忍耐，必须对神的怜悯慈爱，必须有信心，必须对神的赦免罪的恩典，对他帮助我们在困难当中，在患难当中，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生命的关口里头，我们必须要相信他必帮助我们，他必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就像那个希伯来书说，希伯来书怎么说？我总是不能背，总是没有但是我知道这个经文，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非有信，非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乃寻那寻求他的人。
哦，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不能够忽略的一个真理。好，这个我们都同意吗？没什么问题，对吧？好，但是这里往往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听到圣经当中这些美好的应许，我们看见神给人类这么大的一个盼望，然后我们错误以为神所应许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一定是幸福家庭、身体健康、钱有余、年年有余、什么兴隆、什么生，你把这个拆掉吧，拆掉，生意兴隆，谢谢。我是对一群贼子们说话，遮掩嘛，不要被人知道。开玩笑啊。我们期待神给我们这些，结果我们发现，或者说更是我们经历到的，跟我们所期待的有差距。怎么讲？丰盛生命，神的美善，神的应许，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临到我和我家人，结果呢是我的先生也要信主，可是怎么好像我这个老公就这么顽固呢，总是不信，就拦阻我经历丰盛生命啊，拦阻我经历这个美满家庭生活呢，我这个儿子不争气，这么悖逆，也不信，也不悔改，怎么这个身体又这个样子了？又这个啊，这个痛，这个疼，这个痛，为什么？哎呀，又这样又啊，这个不应该。我本来以为到了这个时候呢，钱是多少？买了几栋房子了？几辆车子了？什么？怎么好像还是这个样子呢？然后呢，我们知道圣经说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我们听到应许，相信神没下定我们的目标，结果呢失败，结果呢泡影了，好像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池子没有给水了，这个池子呢本来要喝水的，要存水，还怎么我去找，结果是干了。本来以为这个美满家庭生活，美满婚姻，我这个先生太太孩子什么去找水，去得不着，神的应许在哪里？我是很努力，我工作很努力，我本来以为到了这个地步，能够有更多的发展，更多的资源吧。功成名就，不是神来祝福我们吗？可是没有，而且常常是工作方面、生意方面失败，遭遇到挫折、失望，让人心忧。
有时候事情会变得很糟糕，有时候我们不单生意，比如生意失败，而且失败很大，欠债，甚至无法偿还，或者说家庭到一个地步，家庭破裂了，根本是无可挽回了。这个是丰盛生命吗？我们明显看神的应许，然后看这个家庭，看这个事业方面，看，然后结果为什么我去找水却找不着？有的人生气，有的人觉得我就要在这里找水，如果不是从这里得水，我就不喝了。他们一直期待这个，我这个先生要改。我这个家庭，我的手，我要做工，我要成功，我要突破，我要得着，我就要。我们小时候，我们家里的，离我的那个家乡大概是两个小时的路程，有一个火山，火山爆发了。那这个火山那个爆发前，已经有了很多的警告，也叫这个住在附近的人，其实基本上是山区，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少数的人住在这个附近，说你们全部要搬走。赶快的搬走，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山很不稳定，看来真的是要爆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负责任了。那大部分的人决定好，那我们就搬走。但是有一些人想的是，我生活在这里这么久，这是我手盖的房子，这个是我挖的井。我就要在这里，火山有没有什么火山，这个我管不着这个事儿。结果呢，我还记得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很远，但是呢有一层灰遮盖了一切，大概是这么厚啊，这是灰。我们不我的爸爸不准出门，我们也要戴口罩出门，大家出门都戴口罩，因为这个空中都是这个灰，这个火山爆发，然后呢，就是不肯离开的人，当然我们知道结果呢，卷走了，立刻就死了，被这个那个不是那个火石，不知道什么，就是一种泥啊，那个从里面就一种泥土，就是爆发非常的烫的，然后就把这个树木。几百公里的就全部倒掉，然后呢，这个我去过，我爬过那个，真的是很恐怖的。他们顽固到一个地步，我就要这个样子了。如果不是这样子了，那就算了，我就死了。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态度。那么我要讲的意思是这个。我们的所有这一切，我们刚刚讲的，包括这个家庭也好，工作也好，就是这个今生的一切的每一个领域，都是破碎的，而且都是被咒诅了。你不信，我可以给你读这个经文，你就可以知道，家庭生活被咒诅了，人手所做的工被咒诅了。天下一切所有都是发霉了，都是有这个蝗虫了，都是这个干旱了，都是发洪水了，这是天下人间这些领域现在全部都是破裂的池子。不能存水，问题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所以当我们仰望这些，当我们依靠这些，是必定失败，必定失望，而且大大失望。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对女人说，三章十六节，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这个不是祝福，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个不是祝福。那前面的不是这样子的，那前面肯定是再好不过了，这个事是很完美，神的创造没有错，神的创造，但是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了，是不一样的了，已经变质了，而且永远永永远远不能恢复了。又对亚当说，所以那个是家庭方面，家庭这个池子呢破裂了。作为一个泉源，作为一个渠道，家庭生活破裂了。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地为什么重要？地受咒诅有什么关系？因为亚当是要做这个这个地里的活，耕耘啊，他要种地。那这个就说明什么呢？接下来他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土，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好，被咒诅了。人所做的工，人的事业方面，追求这个成功这些方面呢，不再是一个办法了，不再是正确了。为什么被咒诅了？这个不是说神不会祝福人的婚姻，祝福人的工作，明显的会的。但是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呢？关键是祝福，而不是婚姻或者是家庭或者是工作本身。关键是神的祝福，神可以有这个东西祝福，没有这个东西也祝福，关键是上帝本身，而不是这个东西，家庭怎么样，工作怎么样。神祝福家庭，感谢主，神透过家庭祝福了人，但是家庭本身是破裂的一个池子，不能够祝福人，唯有神能够祝福人。也许他透过家庭祝福，也许不是透过家庭，但是我们必须追求什么呢？不是家庭或者没有家庭，不是这个，而是神本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怕有些人会错过一生的祝福，因为我们心里已经定了我们的计划，我们认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应该家庭这样那样，孩子，然后这个才叫那个丰盛生命，这个才叫美满的这个生活。但是有的我们可能一辈子无法实现我们的梦想，
我希望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一个可能性，有些我不想要打击任何人的信心，但是假如说有一个姐妹的先生这一辈子不悔改不信主的话呢，那会不会就意味着你就不能够经历到丰盛生命，你就不能够经历到神的荣耀，神的丰盛的祝福。或者说工作方面也好，就是说可能就是要挣扎，没有一个理想的结果，然后呢，金钱一辈子就是很紧，就是总是缺乏，或者说甚至那个要过日子要很简朴那样子的。这个方面永远就是一个挣扎，总是期待神让我们这个经济方面能够有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发达什么，但是总是没有。那是不是说，那我们就不能够得着神美好的应许？或者说身体健康方面，有的人可能会挣扎一辈子的，是不是说明神就没有祝福这些人，给他们丰盛生命？我们必须要明白什么叫丰盛生命，什么叫真正的满足，不是那个东西本身，而是上帝本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其实我所讲的道，或者是在读经的时候得到了，或者是在祷告当中得到了，这个是在祷告当中得到的一个非常突然的一个启发。然后呢，当我开始思考，好像这个东西就开始涌流出来，这个真理，我今天所讲的关于这个破裂的池子，我就可以想到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些人，我心里甚怕卡住就在这一点，卡住就在对人生的要求和期待不得满足，结果呢，跟神的关系就停留在此。因为我们想是这样，主啊，要这样祝福我，而神早就不要你那个器具，打水的器具。为什么？他要给你的水不是从井里打出来的水，他要给你的就是他本身，他要给你的就是真正的生命。而我们拼命的要用我们的器具打水，说主啊，你告诉我水在哪里，我在这里，不，水在哪里，我就是。我们手里还拿着我们的器具，说不，我要从这个井里打水，证明我的价值，证明我的信心，证明不要，凡到我这里来就必得安息。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的问题是，我们限制神。诗篇七十八篇40-41节说，这个是钦定版，
跟和合本有一些不一样，那我觉得是更准确一点。多少次他们在旷野惹动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他们回转又试探神，限制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限制以色列的圣者，我们说我到这里来，到这个地方呀，我要喝水，从井里打水，没有水怎么办啊？我们却忘记了，神可以把水从石头，让水从石头流出来。我们是看这个井里的水，我们是叫这个池子里的水，所以说你不要仰望这个池子里的水。到了一个地方根本没有水，想叫水从石头流出来，到了一个地方是有水，但是那个水是不可以喝的。为什么总是遇到这一种啊？因为神是生命的泉源，他要我们到他面前，他要我们寻求他。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想法，可是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是太不一样了。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5:6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顽固的盯着我们的器具和我们的井，错过丰盛生命，有可能吗？常常就这样。那个耶利米书的那个经文是针对以色列人，对吧？他们已经认识耶和华，却还去弃掉他，叫别的神满足他们。这个是人性里的一个东西，一个败坏，一个倾向。世人都是这么生活的，都是拼命的要靠着这些池子，这些器具打水。这个就是可以说这个是人生的一个缩影，这个天下的人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是什么呢？人人都渴，人人都在想方设法来解渴，而他们想到的就是用器皿、用器具打水，就是找出一些无法存水的池子。这个就是我们天下人生的一个形容，一个缩影。而当我们基督徒效法这个世俗的方法，所以这个所谓的成功学如此的可怕。因为呢，它基本上是人本主义，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说
追求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实现的方法不一样而已。那个人本主义是人靠自己得到满足，得到发展，成功神学呢是我们靠着神得到满足，不是得到这个发展，这是透过同样的方法，就是今生这一切的，我透过这个今生的一切的东西。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告诉他有另一个泉源，你来喝。耶稣有没有责备这个女的因为她渴？我现在讲的不是她渴喝这个井里的水，她有另一个渴。我们看到她生活方式试过实现，试过得到满足。她那个女的谁知道她是怎么样试过满足自己呢？明显是透过这个家庭生活，透过这个叫什么情感啊，透过这个爱情，透过找一个男的，因为耶稣要指出他的问题，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有错，你现在跟一个人同居也不是你的丈夫，而且之前你有了多少个丈夫，他的罪是必须要暴露的。但是他渴慕，他渴望得到满足，耶稣没有责备这一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而他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他从这个水开始，对吧？这个井里的水开始，后来呢，就讲到，其实呢，这个就是形容一个肉体的，就是要得到满足的，要喝水。口渴，但是实际上你的心灵也一样有这种饥渴的，有这种欲望要得到满足，两个都没有错，但是两个都是破裂的池子，都是被咒诅的了，不能够得满足，怎么办？到我这里来。在我里面得到满足。放弃掉原来用的，当然我们不是说那就离婚算了， 你这个老公你就不要了，或者说这些孩子都背逆了，不是。但是你对他的期望，你对他的这个依赖，一个错误的依赖，放弃这个，你把它看作一个能得满足的泉源，你放弃那个，也许成为一个渠道，感谢主，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不是那个东西本身，而是神透过那个决定祝福你。其实在历史上，就是常常是这样子的，就是最成为别人祝福的渠道的人生，也从这个世俗的角度，我们会看的是不完整的，或者说他们瘸腿，有身体方面的一个残疾啊，或者说这个家庭有问题，或者说甚至没有家庭，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或者说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化非常的低，没有能够发展这个方面。然而，这样的人经常是最蒙福
为什么是这样子？很明显的，本来没有的东西你不能够依赖它，所以你只能够仰望神，所以你得着的是更多更丰盛。我早就发现一些姐妹的一个问题，就是单身的时候是非常的热心，非常的渴慕神，非常的愿意服侍，但是成家之后呢，我不是说因为现在 要忙，不是这个问题，绝对不是，那个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成家之后，慢慢的慢慢的就变得冷淡一点，慢慢的慢慢的没有原来那么的渴慕，没有那么的火热了，这个 是很明显的。为什么会这样子的？现在有别的泉源了，得到满足的另一个，现在有另一个器具了，现在有一个井可以打水，好像也可以得到一点滋润了，可以得到一点，所以好像我不那么依赖原来的只有神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子的。那如果说是真正的爱主的姐妹，我们也希望神透过接下来的失望，也帮你脱离这个捆绑，明白本来就是你错，本来就是你错，在这个问题上。要对神有一个全然的依靠，让神重新的成为我们活水的泉源，因为我们所造出来的这些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应许是真的，我们要期待，我们要追求，今生一切是破碎的，都不能够成为我们蒙福的泉源。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愿意灵活。什么样的灵活？就是说，直到原来我期待透过这个途径，透过这个渠道得到满足，得到祝福，但是结果呢，我的路被挡住了，那是不是说现在我就不能够蒙福？不，本来是神本身，所以我相信我不能够说那我就不能够服侍神，我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的家庭生活，因为我的先生不信主，因为我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都是错的。我们必须要放弃掉那个错误的眼光，那个错误的框架。我们必须要明白，神能够叫水从石头流出来。如果你非要打井里的水，恐怕你就错过神，真的是错过神。我盼望我们当中的几位卡住在这里，对我的人生的定义期待没有实现，没有成就，没有按照我希望的，然后现在有一些好像看来是根本不可能了。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从小一个姐妹，当然从小都很想要有家庭生孩子，然后结果呢，她结婚的时候，发现不能生孩子，没有办法生孩子。她终生的目标就是一瞬间就破灭了。哇，什么？到一个地步，甚至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到一个地步都思考过离婚。因为
因为可能是呀，我就不详细的说，反正可能还有机会生孩子。如果他离婚，这是我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的整个的生命就乱了，沮丧、苦涩，好，几乎是到一个忧郁症的地步了。为什么？他从一个破裂的池子浇水，就是这么简单。他一直期待神透过一个破裂的池子祝福他的人生，结果呢，他发现原来这个池子是破裂了，那我现在怎么办？而且这个问题是无法挽回，从人的角度按照原来的想法无法挽回，所以你只有一个办法，如果你要得胜有余，如果要经历丰盛生命，什么呢？彻底的放弃原来的想法，只有这个办法，彻底的放弃神透过那个渠道祝福你，只有这样，因为不能那样了，那个理想必须完全的破灭了。如果不能够这样子的话，恐怕面临一个更大的危机了。什么呢？被盗，离弃真理了，离弃神。所以如果我们不对付这个东西的话呢，它会在我们里面发酵，它会在我们里面发炎，会毁坏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本来是期待这样的发展，而神没有给。我是现在我很害羞的来讲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这个方面的很多年前有了一个想法，怎么样来实现我人生的目标，就是要传福音呢。我就很期待，因为那个时候流行很多这个神迹奇事，很多人在讲我的那个圈子里面神迹奇事，我自己就看见，哇，对，神迹奇事，我要追求神迹奇事，我希望我无论到哪里都有很多神迹奇事。然后我心里想的，当然我那样子可能也很出名啊，然后怎么样，当然我不会这样。头脑里面不会好像有这个意念，但是这个是人的败坏，对不对？自我欺骗我们常常也不知道自己的野心，自己的错误的我们表面非常热心，但是我们却不知道里面的野心感谢主，有时候神保护我们，不要我们知道自己的里面的败坏，因为呢，他用我们的热心，他用我们的追求所以然后那段时间我也是试过要跟那圈子里面的人去接触，一直是被挡住了，一直是没有出路。然后我常常为这个祷告啊，寻求神啊，看了很多那方面的书，然后我去讲道，我也会为病人祷告，然后有过一些神迹啊，但是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没有好像这个怎么样。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阶段，我花了很多时间祷告，然后就神就很温柔的责备我，让我明白，其实你应该是在追求什么呢？这个真正的金钱，真正的谦卑，真正的爱心，真正的纯洁呢？这个才是一个真正金钱的一个人生的这个内容。我就立刻放弃掉那一切所谓的我相信神迹奇事，我相信甚至我们为这些祷告这个使徒行传有这个，但是跟我的那个完全的不一样。不是说神不要祝福我，不是说神不要我的灵命兴旺，不要我的事工也经历他的祝福，但是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完全的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放弃掉我们原以为的这些错误的这些渠道方法什么的，要不然恐怕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一切的丰盛。
Amen. 我看到有时候从我的角度啊，作为牧师的角度，我们很多的潜能有时候没有发挥，我们的其实有很多可以贡献，可以做更多，我们可以成为更多人祝福的渠道，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去发挥我们的这些恩赐才干？没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就是跟这个有关，我们自己已经定义要怎么样发展，然后呢没有看见这个方面，我们就退缩放弃，我们就限制神了，我们真的是限制神了，我们以为是要这样子的，结果神没有那样，所以我们就说、哦、那就好，那我就不要了，神没有说不要，神没有说我不使用你，神没有说我不祝福你，但是我们必须要接受，今生一切已经是败坏了，已经是破碎了，都是破裂的池子，只有他是生命的泉源。我们要仰望他，看见他怎么样叫流这个活水从你的人生流出来。你说我的先生是这样不信主，或者说我没有先生，或者先生不在，或者说我的家庭，或者说我这个 OK 好，你去限制神吧，我的文化，或者说我的这个方面，好好好，没关系，你去限制神吧，你看你会不会后悔的。为什么要限制神？我们为什么要限制神？我们要信，我们不能够限制神，要信，信是信神，不是信我们对神的一个理解。 Amen。 我们要信主，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很高度的灵活，非常的灵活，要不然恐怕我们会卡住，我们会错过，而且不只是我们个人不得蒙福，我们周围的人也经历损失。你们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今天是在依靠什么得满足？如果没有得满足，如果没有得着我们的理想，会不会是我们是在依赖一些不能存水的池子，而不是真的依靠神的应许？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你自己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二十八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来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告诉我说，说出来了，莫非这是基督吗？我们今天肯不肯把我们的这个水罐子放弃掉，直接的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来祷告。